国政昨晚宣布把吉隆坡的巴都国席交给国大党，而不是马华上阵。马华原定的候选人副总会长姚长禄和团队今天愤而关掉行动室，以示抗议。前天姚长禄兴高采烈地踢掉黄鹂，寓意旺来胜利，为国政巴都国席行动室揭幕。今天大伙儿就愤怒地扯下国政的横幅，关掉行动室。马华巴都区会主席林明显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放话，马华团队将不会在巴都为国政助选，以示抗议。星期二晚上，国政宣布巴都国席由国大党上阵。隔天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却坚称，之前拿巴东色海国席作为交换，巴都国席应该分配给马华。最终，国政昨晚宣布巴都维持由国大党上阵的决定。姚长禄随后在面子书写道：“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缘来缘去，缘聚缘散，一切随缘。”